然后有一些粉丝朋友没有抢到，就问我还有没有就是可以520送给女友送给媳妇儿的东西。今天呢咱们就安排一波，这马上也要五一了嘛，五一假期的话可以出去游玩，就是天气比较热的情况下呢也可以用到。全部都是原箱原件，这个是非常高端的一款挂脖风扇，大概是有3000多个，一共是3个颜色。大家一看这个外包装盒就感觉非常高端是吧。我查了一下其他平台至少也要大几十块，有的是要3位数。这一箱的话是有24台，咱们是30多收过来的，所以说这个是妥妥的捡漏。不管是送女友啊，送给老婆，或者是送给闺蜜，当个情侣之间的礼物，还有五一的时候放假出去游玩也可以用得上。盒子的背面是有产品参数，大家可以看一下产品型号，还有这个电池容量，它是2块1000毫安的电池，所以说这个续航啊时间是比较长。然后这个产品重量也是非常轻，戴到脖子上没有任何的压迫感。还有这个工作的功率，可以看一下这个使用时长是7.5小时，至少也能就是用7个多小时。如果外出游玩的话是吧，一天下来肯定是妥妥的，没有任何问题。这批挂脖的无叶风扇幸亏咱是现在收过来了，如果晚一段时间就是天气变热以后啊，那这个东西肯定是30多就收不回来了。我拆开了3个，一个颜色一个，大家看一下这个包装盒，送人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啊。现在搞的话肯定是妥妥的捡漏，再过一个月的话这个东西最起码得贵上1倍不止。大家看一下哪个颜色好看，有蓝色的、粉色还有白色，做工是非常非常精致，就咱们实拍视频大家一看也能看得出来。然后里面还有这个充电线， Type-C 接口的充电线，说明书，这个都是新品来的，这个充电接口都是最新的细口，家里面其他的那个设备也都通用，合格证什么的都有。首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白色，它有一个按键，右边这儿有一个按键，然后上边有一个显示屏，一共是3档风力调节，非常静音，然后等一会儿的话它会有电量显示，就是档位还有这个电量会循环的显示。大家看一下这个风量，声音的话非常小啊，很静音，但是这个风是超级大，大家感觉一下，听一下这个风声，这个可不是噪音啊，这个是风吹出来的声音，电机的声音是非常非常小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声音，超级静音。然后两边都是这种无叶的风扇，颜值很高，然后做工呢也是非常精致，无论是细节还是它用的这个材质都是没有任何毛病。我可以这样说，这应该是大家市面上见到比较高端的这个挂脖风扇了，而且是这种无叶的设计。我要不说的话大家应该也不知道这个是个挂脖风扇是吧。然后充电接口的话是 C 口充电，这个都是新品，电池的话也是完美状态，充一次电能用很长时间。这个是粉色的，这个风吹出来很大，然后这个电机呢这个声音是很静音，电机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声音，3档调节，还带这种显示屏。它这个外壳是有点这种玻璃材质是吧，还有点反光，做工就是非常精致，大家能看出来吗？拿在手里面就跟个艺术品一样。还是那句话，这一款挂脖的无叶风扇应该是大家市面上见到的不能说最高端，就是比较高端的一款，咱们30多收过来的，这个绝对算是妥妥的捡漏。大家感觉呢？用吧就用点好东西，这一看也不是那种低端货地摊货是吧，不管是送女友啊，送给老婆当个520礼物，或者是五一假期外出游玩爬个山什么的，带上这个应该是非常非常凉快。大家看一下，一共3个颜色，更喜欢哪一个。好，本期的视频大概就是这样，喜欢这个视频记得关注一下李小璐捡漏，后期有更多更好玩更便宜的东西我会分享给大家。拜拜，我们下期见。